欢迎大家来到百年学府西北大学，在这里学习，你不仅可以回望历史，还可以展望未来。这里是太白校区，在这里见证了西北大学的沧桑历史与发展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所百年西大。 这里是西北大学博物馆，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了解到西北大学的校史，还可以对地球科学和生物等多个方面能够有一定的了解。走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里呢是我们的地球馆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地球上的早期生命。 生物馆呢，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动物的标本，让我们对了这些生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，更是向我们展示了秦岭四宝，像金丝猴、朱鹮、羚牛，还有熊猫这些宝贵的陕西特色的动物。 在西北大学博物馆，你不仅可以学习到自然科学知识，也可以像这样与这些人文艺术的精品近距离的接触。